定档海报日前，全球首部 3D 灰姑娘动画电影《新灰姑娘》曝光定档海报及先导预告片，该片正式定档10月1日，在全球80多个国家同步上映。影片由迪士尼花木兰二导演 Linus Otherland 带领重量级团队打造，在经典童话的基础上赋予新灰姑娘独立自主的新时代内涵，将给观众献上别出心裁的意外惊喜。画面制作璀璨精致闪亮的艾拉绝美梦幻系制作员观众无限童话萌，电影新灰姑娘对经典童话进行大胆改编，讲述灰姑娘在小伙伴和魔法师莉莉的帮助下前往皇宫参加舞会，舞会上的王子竟然是假冒的，而真正的王子已经被巫术变成了一只可怜的老鼠。灰姑娘在魔法师学徒莉莉的帮助下终于逃离这个阴谋陷阱，但她心里是有了个更大胆的想法，她要拯救这位落难王子，从而开启一场困境中逆袭的奇特冒险之旅。定档海报以夜幕下的城堡作为主要背景，提起华丽裙摆的灰姑娘神秘回眸，金色马车、星空、灯火等绚烂元素点缀其中，凸显了画面制作的璀璨精致，也极大程度上满足了大家的童话梦。女性网友纷纷表示对这款海报毫无抵抗力，趁唤醒了少女心，并点赞人物形象为绝美灰姑娘、魔法师莉莉三只活泼闹腾的小老鼠冒险升级，正能量满满，这个灰姑娘不一样。先导预告有一个暗藏玄机的巴音盒拉开帷幕，经典元素及浪漫情愫悉数保留，先进的视觉特效更创造出炫目的魔法场面，将梦幻体验全面升级。新灰姑娘一改以往楚楚可怜的弱女子形象，以独立、勇敢、坚毅的形象上演了一出公主救王子的反套路戏码，女子力爆棚，